Hello， 小伙伴们，欢迎收看 Deal Moon TV。没想到这么快 ，Walmart 的2021黑五海报就提前出炉了，还特意推出 Deals for Days 的黑五预热活动。从11月3日开始，就有折扣陆陆续续登场。怕黑五断货或者想提前抢购的小伙伴，遇到好价就直接拿下吧。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Apple iPhone 12 mini 版目前还在坚持生产小屏旗舰手机的厂商，估计也就剩下 iPhone 了。如果你是小屏手机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手感性能都出色的 iPhone 12 mini， 还有时下可以不用不能没有的 5G 支持，目前价格比五折还低，赶紧冲。 AirPods 二代有限盒，早就有小伙伴预测，不管有没有三，二代都会在黑五降到史低。果不其然，在今天 Walmart 的黑五价提前享海报中， AirPods 二代有限盒的黑五价才89美元。对于不强求降噪功能的小伙伴来说， AirPods 二代有限盒的性价比以及连接苹果设备的体验，在同价位里无出其右。三星60寸智能电视2020款，三星的 TU 系列智能电视和之前的 NU、RU 系列相比区别不大，不过价格却年年下调，支持流媒体视频、网页预览、电视 APP 等扩展功能， SDR 内容表现不错，很小的输入延迟，也非常适合 PC 和主机游戏，而且价格美好，60寸原价850美元，黑五价才568美元，相当于 6.6 折。戴森 V8 无绳吸尘器，戴森吸尘器动辄200-300美元，似乎有点小贵，但是一分钱一分货，清洁家居的时候省心省力就赚回来了。这款 V8 是软滚清洁头，更适用于地板，最长可连续使用40分钟，原价399美元，现在299美元，直降100美元。富士拍立得相机，2021年初推出的 7SC 的升级版，依然继承了 Instax 系列可爱的造型，机身圆润，一体感非常强，而且手感舒适，机身正面走的是简洁风，仅有取景器、快门键、闪光灯、感光孔以及融合了亮度调节拨盘的镜头。4节5号电池可以连续拍摄大约200张照片，让你在不同环境下拍出不同风格和效果的照片。七色光子 LED 光子嫩肤面罩，深受杰西卡·阿尔巴和卡戴珊等一众女星的青睐。 LED 光疗面罩使用方便，而且据称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它的原理是通过使用不同波长的光刺激皮肤再生，包括阻止和消除黑色素的形成，加速细胞生长，促进血液循环，刺激胶原蛋白的产生，还有治疗粉刺、晒斑等功能。每次只要10到15分钟，每周3到4次即可，原价299美元，现在只要99美元。六人露营帐篷28件套，这款帐篷可以睡6个人，或者放2个双人尺寸的气垫床，中心高度为72英寸。除了帐篷，套装里还包括了2个沙滩椅、1个背包、2个睡袋以及泡沫垫、露营灯、风扇、毛巾等，真是足够体贴，把需要买的都一站式集合了，非常适合露营新手。而且黑五的价格只要78美元，绝对超值。不锈钢空气炸锅，这款6合1空气炸锅将高功率商用级加热系统与更快的快速空气循环相结合，与传统的空气炸锅相比，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烹制出更酥脆可口的食物。它有10种自定义模式，包括炸薯条、炸虾、牛排、披萨，更让人惊喜的是居然还包括新鲜水果或者肉干脱水，水果干和牛肉干、猪肉脯立刻安排，价格更是小惊喜，才39美元，还等什么？芭比3合1儿童玩具车，超级粉嫩可爱的露营房车，还带泳池和小船等50个配件，一侧可以向下折叠露出游泳池，另一侧则是凉爽惬意的露天厨房，中间是给芭比娃娃的专用休息区，打开后面板还有弹出式淋浴间、马桶和带梳妆台的浴室，真是满满的羡慕，原价99美元，现在只要60美元。乐高经典积木创意箱1500颗粒，沃尔玛黑五必抢玩具 Top 1， 今年的小颗粒套装是11011，可拼搭的模型被分成初、中、高级3种难度，
可以拼出跑车、陀螺、狗狗、打字机、飞机、猎犬、甜筒、摩托艇等多款趣味造型，原价58，现在29，只要五折的价格，买回家跟宝宝一起玩吧，别打架哟。透明食品保鲜盒18件套，水晶般透明的盖子和容器，像玻璃一样清晰，看上去质感满满，材料不含 BPA， 经久耐用，还采用气密密封和安全扣设计，防止溢出和泄漏，价格绝对白菜。18件套9个盒子才10美元，收纳控们的厨房必备。装水果、装沙拉，取用食物更加方便，冰箱也更整洁，不占地方。 Yankee 精选香氛蜡烛，过节怎么能少了蜡烛，既能渲染气氛，又让你身心愉悦。 Yankee Candle 家的蜡烛都是采用高纯度精炼的石蜡作为原料，以及天然植物精油制香，安全放心。作为年末节日气氛组，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不同的香氛都很柔和，适合用在卧室和客厅。大号的这款的燃烧时间长达110到150小时，就是喜欢这种香香暖暖的节日味。好嘞，今天的沃尔玛黑五海报就提前分享到这里。节日购物季，记得多关注君君，一大波最新最爆最划算的折扣信息马上来袭。喜欢本期视频，请点赞分享，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咱们下期见，拜拜。